共有60多人参加，由南区大专院校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会总召集人现代史教授主持。会议中，李敏旭啊，会议中对全体举行喝彩，并认为他们在领导未来十万人的兵，特别称赞了中华非常十万人兵。史学家们一致决定奋美而起，口出笔伐，以正确的奋美而起，精神的资料，以正确的历史事实，精神的资料。同时昭告全世界，不要受到蛊惑，同时维护中华历史文化。